我觉得啦，直接讲聊天室可能比较快。现在我是谁想上排行榜的啦？哎，维修好了耶，人排行榜一直维修。好像火攻啊！铸铁庄主，好帅啊！麻辣烫火锅，看看。你读心声，再继续讲。真的，哎，忘记停止了。医院有人耶，什么意思？OK，就这样。